你说香港的那个啊？哦，知道你在说什么。没事，我们等一下的其实就没什么跑了。还有什么？这刚还有没什么跑？马上可以进来了。等一下，职业哦。嗨，亏呀！忘记亏了，亏了，卡一下。Open your heart, we shall meet. 哎，我在这一块都会卡。歪歪机啊，还有一些点比较累的，对，会累个一下下。他读上课的时候会读到头颅，然后就会卡住。对，有人进来就卡住了。等一下，原来如此。通通准备好，开了，亏呀！快了，快，八点啦！八点啦！等我一下。今天居然有法师，等一下，法师，等一下，我感受到疼痛了。要分不清楚繁星跟法师了，真的，完了，完了。那你们度过那段日子，现在得，开头出现第二个了。你们这样才 F 二，你们都再收集两，然后再两个 F 三，你们就可以 F 四，那四个啦，啊，你没错，你们根本就不会数学的。我要干嘛？我把 F 接下来，把 F 几全按了。哎，我今天要来玩这个杀手游戏哦，小圆制作的逃脱杀手系列。好，也就是类似那种亡命奔逃，有杀手，那我们其他人就要想办法逃跑。那这张地图比较特别的呢，就是它的每一个逃生者或杀手都有各种职业可以选择。哦，对，然后呢，职业会有一些道具技能啊，它技能都是一次性的使用。那作者就说呢，你这个一开始。建议啊，就是技能必须要在游戏倒数结束之后你才可以使用，不然可能会有问题。好，就是你还没倒数你就先用，那就没了。对，那他的职业介绍也有说，想自己尝试的话，那就不要看职业介绍。哦，他都这样讲了，绝对不是我偷懒，好吗？玩了就知道，玩了就知道，不懂已经有了。奇怪的东西哦，这两个帅哥，哎，我要选这个，我选红色的，就是那个啊，杀手区，蓝色是玩家的哦，很多呢，还有盲女，骗图小圆，哦，我看到巧克力的职业，等一下，哎，为什么有奇怪职业？我绝对不选。这个很赞的感觉耶！先偷看一下，右键没有直接介绍，要分队啊！哦，要分队完才能选，是不是？哦，那就让我们来分分。好，这么多人，两个杀手 OK 的啦！有啦！那个本机有说过，这张地图他有略微玩过哦。哦，没有，我还没他还没职业啊。可能会很可怕哦。好，天哪！然后地图，我看一下哦。哎，它地图有一个叫做实况组房间呢。嗯？感觉很瞎趴。谁的房间？感觉很变态。然后就过去有没有？都是我们，尴尬。完了，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会有我们。哇！然后现在好像可以选职业，大家可以看看，有吗？有，可以了，有了，选了，可以了，选可以。哎，你怎么真的选这个？怎么选？我只想看说明。我选的为什么没有提示？右键啊，他说你选择右键，你已经选择。你要那个冒险模式。派派。哦，我为什么竟然生存？哎，哦，我也是生存，我也是哎。都冒险就可以，都冒险就可以。嗯，那我来当。这是生存冒险啊！跑步狂人。有跑者，跑者，跑者。哎，我可以选，是不是有选过就不能抢了？我觉得好像是哎。对啊，那我先站着。因为我刚刚
那我没办法选，你们有人换了之后我就可以选。那我站好了，我站好了。那选好站上去好了。也可以站好你们的哦。巧克力，你要不要这个啦？你刚刚不是选可以这个啦？这个啦，你选这个。没有没有，让你们。你选好啊？你看，我已经选择好了，没办法动了，动不了。他被冻住了，他有位置，你来挤挤。好像可以重复选，就是第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选。哦，这样子我选好职业了没？然后想说选这个大家一起合唱有没有？就是有个可以跳很高的是哪一个呀？哎、欸，好难选哦，跳很高的，你记得你玩过？你玩过？哎、欸，不是，我以为那个吗？我以为搞不清楚。我们都是第一次玩，你却玩错。对，你却玩错，你玩错边了，而且蓝色才是丢分的，你不要一直去看红色。脑子有点混乱。你根本没玩过啊！这片你在讲，你要听。完了完了完了。来啦来啦，我相信大家都选择好了，还没选择好来不及了，我们直接走起。好，走啦，好 ，Go！ 记得哦，技能是放副手使用，要等开始才可以用哦。哦，好，现在就开始了，我现在可以开始跑啊！现在，对啊，哇靠，太难了吧？太难了吧？而且太难了。哎呦，他有新手路线，他有新手路线，他有碰撞了，完了，右边，太急了吧？看不到路。这个这样是可以的吗？哎呦，我不觉得很 OK， 以后来跑，我们走开，走开，走开，迪叔，这里高手路径，迪叔，我是迪手，我是迪手，迪叔，好了，是的，老师，见过，还不是太难，酱油，你到底敢这样？我怎么拿到？迪叔干嘛过你的钱？啊，我怎么拿到人设？努力往前呢。哎，好，等迪叔到后面楼梯再射，我不用浪费。有了，哈基可以来了。我等你看他技能掉了，死人了！我把技能掉掉了，我要死了三个。小玉，你拿到我的人数了，我把他丢出去了。我丢出人数就死了，哎，传送到最近明明，再把我的能力给捡走，我还可以传送哎，哦。进来一点了，蛮酷的。进来一点哦，进来了。有了。小雨，冲你头，我进来。不要敲我的头。有了，我到了。直接过来，顺的。那个撞下去了，当然顺了。顺呐！哇不不，顺呐！是啦，小心他们等下走蜜蜂哦。让我发个话。加油！我刚用了忍术之后是掉到世界坏死掉的，真的。天哪！这个是不是骗人的？好干净啊！故事的坑，坑不去啊！忍术哇，坑爹忍术，太 OBS 的妈白痴！这个要干按键才过去啊！要干按键哦！对啊，他要改键盘啊！哎，再跳哪？我好孤单，跳过来。哦，酱油你没问题，酱油可以。其实他好像有捷径，弄低速，我敢乱跳，不要送。这边可以吗？不行吧？哪里？不行吧？弟叔，哎呀，进来了。哎呦，没有，他自己没有活下来，进去，一直给他。我们现在可以控豆把他炸掉了。下一个地方是哪里啊？哇！他是走哪里啊？等等，我吓到直接掉下来了。这里吗？哦，这里是高手。我想走新手。哦，踩头哦。踩头，为什么要踩大家的头？嗯，哎呀，我就下去了。第二个要跑啊！哇，这个高手很简单呢。反而是新手比较难。啊，你来也按一下按钮啊！不是看人在敲西瓜啊！敲西瓜！哇，迪叔，来，哦，迪叔不。迪叔不行，迪叔不行，迪叔你很坏，笨鸡也不行，不会啊，治疗二，我帮他补补血，哦，他是喝的，那没还偷蹲，帮富好吗？打妹哟，帮富，我好想知道我的魅惑是怎样哦，你可以用看啊，你可以用看，不要，是右键吗？先不要，放副手吧，放副手，我刚魅过了 ，Q 出来对不对，迪叔？哦 ，Q 出来，过了，我不会动了。真的是 Q 啊！哎，怎么连死人都要被返还数啊？这哎，有了，把他弄下去，弄下去。你连死人都要？上面的同学，上面的同学，
太棒了，连死人都缓速。同学要走了。有了。嗯，高速路线。你为什么要摔自己？这鼻子可以看的、欸啊。可是好不想粘哦，看到要粘。这好卡、哦。嘿咻。高手还好，他是小圆哦，所以是地图作者的。哎呀，来老师怎么掉了？波波快点！我被地图作者给吓傻了。想要直接走这里可以吗？哦，所以我可以直接走这里耶。对，哎，白痴，我完了，完了，我完了，我完了。直升机有了，我按了。好，我要一百。波波刚错觉，容易掉下去。哇，飞好久。怎么掉下去了，波波？这个很黏啊，这个要黏一辈子啊，地图。本机你怎么很快？很慢啊，上不来了。来推波波，挡住他了。不想伤害啊！不想伤害啊！啊！本机快走上来了，旋转，哎，爬到了耶！波波，我们还没有走，波波。不过你赶快先跳下一格，有了，跳了，跳了，跳了，这边卡一遍，起飞是不是就结束了？嗯，不要飞了，管住吧你们，不要飞了，你有撞击了，管束剑使用爆，骨灰我没有拿到，骨灰吗？可怜哦，快收尸，快，哎，下去，大海，哎呀，哇，哎，他跑去哪？这边好绝望哦，他们在很下面，啊，他们好可怜哦。对啊，跳下来决斗啊！好啊，我不行，我不行，你出决斗啊！你看，不要，你出决斗啊！来啊，来啊！拜拜！被骗了，我来了，被骗了，被骗了！一次性技能可以传送到求生者旁边。对，我刚刚怎么没想到用那个啊？你就是没想到啊！我站上去直升机，我要站上去直升机。对对对，哎，有了！其实还好嘛，没有到很难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的。我觉得第一关最难。第一关最难，第一关最难，第一关都看不到路。一开始是四格还是怎样的？而且因为玩家之间的那个推挤碰撞其实还蛮大的。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很挤，很紧张，很紧张。是放副手马上用技能吗？对，一放到副手就会使用了。我好像是按到 Q， 然后被丢到世界外啦。哦，那跟我的肉体是不是消失了？有人发现我吗？回来了，丢你下，丢你下，丢你下。下一张地狱六鬼笑，感觉。鬼好像会很可怜哦，六鬼六鬼秀六鬼秀，你当鬼耶？弯错弯错，三个杀手如何？的哇，有重复的就换哦，有重复的，有了没重复的？这个求生者重复很多了，所以那我们要换几哦，我觉得那个不太会跑的可以选跑步狂的，好用啊！有一个接力棒，就是你放副手可以传到。不是，我刚刚没想到，结果那个接力棒就掉到外面。但如果一堆的求生者都在下面的话，那你们也只是互传。哦，随机的，好像蛮适合我的，我选。因为你选什么发光？可以选冰雪使者啊，他的哇，我选的招火，所以他是干嘛？冰雪的可以用技能之后要缓速那个杀手。哦，不要不要，很 Let it go， 对，可以 Let it go， 哎 ，Let it go， 这是干嘛的？暗吃最后一餐。那魔法是我刚丢了，我还是不知道它是干嘛。哦，真的吗？那我试试看 ，Magic Power。好，杀手也都选择好了吗？好了，好，好，阿尼那里发光，他选择招魂啊，力量精灵，哦，招魂那个嘛。啊，你的特别职业，为什么他为什么法师会发光？他也是招魂吧？他是被招的，他又被招的，被招的，我还碰不到他哎。没事，说不定玩了就没事了，来进去就没事。这一张是地狱六鬼秀，我怎么在这？我怎么在这？啊！哎，你们怎么在这里？我住在里面。为什么有一个人在里面啊？不知道。为什么被吸进去了？我突然就被吸进去了，就死了。哇，你招魂了！你们用的技能吗？杀手用的技能吗？我没有用技能啊。
他没有、啊欸、对不对啊？等一下，我们没有用啊，他没用啊，没有用啊，没有啊，他没有啊，都没有，所以剩我跟那个、哦、真的假的啦？对，不是，我不是被召唤进去。体验呢？在哪里？我都没，我都已经都在那里了。我们被抓交替了、啊，被推下来了。打啦！打啦！走啦！弄死他！遗书都没了啊！我他还有错的路径哦。退下！哎、啊欸，你们去踩看看那个红色地毯。欸、等一下，我被 DC 霸凌。哎、欸，你刚刚直接被传回去了、欸。我。有一个好像有地上有方块，有不同效果。我们刚好像是踩到。我刚刚看看哦，你刚刚哦对，所以走到错的点会传回原地。好夸张、哦，这个我哪知道？然后我们就被传进去了。我们被传进去了。可是没有耶，这边没有红地毯，你知道吗？唐南那边没有红地毯。所以我现在是要走哪里啊？问号。我不知道你，我只知道你这个最上面是不能走的。对，他还有别的路吗？啊，是吧？你那个蜘蛛网上面那一个不能踩到、啊。我没有踩到，我好扯哦。对，他只能走楼梯走這裡，然后要去哪？不是啊，这里这里是哪？我那我这边有一个路，是新手走的吗？对，新手走的，我看新手走的会去哪里好了。你看看啊。啊，这里前面就往上走看看。啊、他重点好像要去哈基，是关起来的哎、欸，这是锁起来的、欸。哈基那边有按钮啊，哈基后面有按钮，地狱门哦，所以是哈基那边喽。对，哦，那你们是迷宫吧？刚刚小雨讲说，我们只在这边的时候才回头看的、欸。这个太饿了，团团你还是去死吧！确定是六死亡，确定是六鬼。我觉得刚刚的地图比较好玩。对，对啊。我们被传进去到底是什么鬼啊？我们重塑的、欸，他只要走到错的点位，就会直接传到沙。我还没走就被传走了，根本也不知道哪个点是错的。对啊，我走两步就被传进去，是自己会飞，是不是？对，你有可能是因为被推挤，有没有推到外面，然后就直接被飞过去了？哦，地狱六鬼秀，我怎么觉得是玩家被溜？被溜，鬼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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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鬼图，真鬼图。最后一个地图叫做跑酷障碍赛。哦，那我可要跑了，我已经有障碍，这就很不妙。我也觉得应该两个鬼队有办法抓全部。有障碍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了。你要那个会，吓、欸、死我了哦！好没有玩过的，好好玩的。阿金刚刚有，我有啊，我有啊。我们没有玩到、啊，他们第二关没什么玩到、啊，其实、哦、耶。好啊，那没怎么玩到，我们就来玩啊！巧克力，完了，完了，那个鬼的人数比那生存者还多啊！四个人啊！你们怎么四个人啊、哎？你们怎么四个人、啊？对啊，你刚刚有用过盲女吗？这感觉很呛哎！没有，没有，还没放到技能就结束了。马上就结束了。你一进去，他是失明的状态了。哇，会昏倒，蛮有可能的啦。没体验。对啊，很有可能。那我还是当魔女好了。魔女还好、欸。你是魔女是不是？魔女还好啊。魔女就是刚刚有一个魅惑的。哦，我会让我们那个。盲女，我眼瞎，我眼瞎。不能动的。嗯。我就算瞎了眼，我还是可以认得出凡凡的。好哦，那我要当招魂师就看得到我了。不要再帮门外了。没有哎、欸，我招魂师没亮哎、欸，等一下。不知道、啊，不知道，没关系。那你选别的吧。那我当好。那就来走起！哎、欸，哎呦，我被吸进去了，拜托！传送你们大兵，结果结果，快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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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边是这样啊！啊，对，然后呢？准备来喽！哎、欸，反应，你先不要走，先不要走，我们这边等一下会有好康的。而且我发现，我真的失明二啊，白痴、欸！哇哦！来了来了来了！完了，失明！抽奖是谁？我天啊！完蛋了！等一次，等一次，跑到最前面的就到就没关系，没关系，我任务完成了，我按按钮了。好，我把它传过来。特别的，那个盲女真的是失明，走错吗？白痴啊！屏障啦，屏障啦，屏障啦！哎、哦、呦，屏障有屏障哦！跳，那个很难跳啊，不要跳啊，不要跳，那个很不好跳了，不要跳了，不要跳不动了。可以踹踹看，真的，真的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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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星、欸，我们要走去哪？繁星，你差点被丢到上面了。哦，对啊，差点被丢在上面。
走走走，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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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红色的洞，下面才可以。后面后面你后面你后面，过分了这个。左后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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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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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这里。有没有按钮按的吗？按钮按的吗？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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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了吗？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走！结果结果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我看得到这里长怎样了？你们这样子对眼瞎的人对吗？没有没有，我们没有爱心，我们没有同理心。哇！哎呦呀！我瞎了眼，好黑啊！我也瞎了，他过来了，他过来了，进来了，我这里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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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进来进来进来，你是谁？迪叔，嗨！嗨嗨嗨嗨嗨！迪叔嗨！死去！死去！有盲女，她的速度比较快。对你走超快的。好，那是玩家了。不不，不要想玩那个，就是跳不上去了。大片是干嘛的？你那个想会打小雨？我这是什么东西那么痛？反正没有必要，打冲突的。录在这里，录在这里。我是在帮你们吸引注意力。你看他们是不是打死我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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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大家到了。反应杀手在左边、右边、下面、下面、下面，跳下来，正下方。好，这里这里，你这走好快、啊，很厉害哦。对，我去，这还不错啦。啊！我牺牲了，牺牲了，牺牲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牺牲牺牲，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啊！我怎么换到哈记啦？哈哈哈哈哈！哇，这么多人竟然换到哈记。被他团完了，哎呦哎呦，被救了被救了，哎被救了被救了，谢谢你，居然还可以被救，快跑快跑，高手没办法跳 ，Q Q， 救命啊！哇，我突然完了完了完了，他们是在囤积着，我感觉到后面痒痒的，动不了，笨死人。哎，你什么技能？你把我冻住了！冰雪吗？冰雪不说，冰雪奇缘啊！冰雪奇缘什么东西？技能名称吗？啊！哎，我有点在意我一个技能，我想放看看。终于终于不是我被告了，你放放看。哎，谁让我？哎，中毒啦！哎，你怎么自己人中毒了？这是你的技能吗？对，这是我的技能。你丢给我们中毒哦！啊，你用 Q 的？对。我没有丢啊，我放副手啦。谢谢，谢谢，谢谢。啊！关门了，关门了，关门了。啊！什么？本机启航？这什么鬼？繁星杀手路在上还是下？哎，等下下下下下下。啊！所以直接上去。哥，这个玩上传 rap 特吗？这个哇，这个也太难了吧！这个哇，他们等下从旁边。可以哎，你们启航这么快？在玩 Rift 吧，我想。小心小心小心！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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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难守了吧，这个。而且有点违卡，不要抢了，不要抢了，不要卡，有那个的。哦，进去了是吗？游上岸了！哇，新卡了，到时候不死了，还在倒数哎。刚那边怎么这么卡？刚刚我有点卡。现在还在卡，现在还在卡啊！当掉，当掉，当掉，当掉！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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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紧急修 bug 按钮。中毒是什么了啦？对啊，你是你刚玩什么职业啊？我是祭司啊，他是所有人中毒，然后会有两个人会有永久回生命回复，哦，回复生命。哦，所有人中毒，所有人中毒也太烂了吧！所有人吓死了呀！而且这种是他有个说什么可以献祭我身上所有东西，我会有一把超神的弓，然后只能射三发，好烂，好牺牲哦。有，至少我看到这世界终于光明，真的是失明啊！我的天啊！那我们。最后好不好？他还有其他模式，玩玩看他其他模式。好哦，好啊，可以。他的模式有蛮多的，还有四个模式，我们就玩其中一个。嗯，我看一下哦。嗯，
叫做什么伪求生，听起来很酷哎、欸。哦，伪求生，半伪求生吗？动物。喵喵喵！你很开心、哦、你怎么了？有这么开心？怎么突然被戳到笑点了？哦，这是我许孝顺呢，吼，真的很好笑。啊，可是我只会学福州博哎。你还会学曾志伟？哇、哦，这个伪求生就是他其实有点类似谁是杀手啦。哦，一开始所有人我们身份是不明的，那只会有警长。警长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是个侦探，他是好人。嗯，对。那杀手的话呢，就是彼此会知道，因为我们等一下玩双杀手就有两个杀手，彼此可能会知道谁是杀手。那杀手会有剑，一下就可以把人家 砍死。那所有的求生者呢，都会有弓跟三根箭矢，你也可以乱射一通。嗯，对。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就要想办法揪出哪两个人很坏坏叛徒。对，好。哎呦，说不定这个就可以玩那个地狱六鬼兽啊、哦，反正怎样都没杀，没不用乱跑也可以，不用乱跑，没有职业，就是谁是杀手，双杀手。哦，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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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奇奇怪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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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两个，两个，抓到两个，我出不去了，酱油也怪怪的，你们这些怪怪的人，哎，我出不去了，你出也怪怪的，哎，可以走，可以走，杀手获得剑了，杀手获得剑了，哎，不是，不是，不是，彩虹地毯会回去啊，侦探是谁？但 我想问侦探是谁？侦探是谁？侦探什么、啊？警探哦。对啊。是我啊。啊，完了。不会是警探？哎哎哎哎哎！等下说完是什么回事？然后啊，我也是警探的这样子。警探，我看好、啊，是不是有人想要过去砍警探啊？谁想要砍我？哦、我现在哎呦，又烧起来了！有人烧起来了，有人烧起来了，有燃烧蜜蜂，不晓得在干嘛。哦、不是，他有那个，他有那个什么、啊？你为什么？不是我踩过啊，然后他在岩浆他半格，然后我就休克。说不定那个金砖倒数时间到，好人就获胜咯。不知道啊，你杀手最好赶快做事哦 ，B O B O。我不是啊，因为演太多了。就是啊，杀手可能只刀一个人，所以还好啦。哦，要三开啊！你为什么要靠我那么近？本剑奇怪。没有要三开啊，我们。你哪有三开？你刚刚靠过来。对啊。社交距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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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啊？我觉得不是、啊，有人爬，我觉得不过怪怪的、啊，我害怕，恐怖，见了你有病啊！重要的三发，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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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金龟鱼也是，我说小雨，你砍下去是不是刚好砍到我啊？对啊，很多人知道他是什么事情，他是有趣。杀手自刀，自爆了。不是我其实没有看到我的队友是谁，因为我全部被对啊， oh. 就是他不会知道队友是谁。我还特地往上滚滚滚滚，然后倒着往还往上滚。哎，没有啊，从倒数开始到所以杀手也不知道彼此队友是谁。对，很雷，然后就发生这个自刀现象了。一个杀手死掉就结束了、哦，对啊，刚刚只有你死掉，刚好那个，对，因为这么的狗，因为我来不及射、啊，我以为是我一砍就被你们射，没有，我来不及射，没有，我没人射小雨哦，不然小雨被射哎、欸，看来这个地图，啊、这个我觉得失控组之家还蛮好玩的、啊，我也是这么觉得，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回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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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刚跑机都有跑成功，你很厉害、啊。我刚刚有活着耶，万岁！我突然觉得当 gate 很友善，万岁。可是你读别人、欸，什么障碍赛他也都在前面。嗯，哦，好累哦。难道是我无形之中进步了吗？应该是没有。啊，你是放，我就不敢戳破你。应该是没有。好了，不要太难过了，真的。
心就哭哭哭，眼泪是珍珠。那我可能很有钱。那我不要哭了，我不想上 BOBO。请问 BOBO 是什么样的形容词？你们说说看啊。完蛋了，霸凌游戏我不要玩了。霸凌游戏。哇，怎么回事呢？怀念的霸凌游戏。哦，是霸凌游戏。大家看到都觉得是霸凌游戏啊。来，法师为你介绍这张地图叫做猎杀派对。大家不用担心，在前几天这作者有做更新，所以各个模式也都有一些修正，不霸凌的，好不好？哦，那也有新的模式，新的呢，我们就直接先来玩玩看，最新的叫做刺客模式。好，这个很酷，它就是游戏开始的时候，每回合会随机抽一位刺客，那刺客呢，你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内随便杀死任何一个玩家都可以。如果你没有杀到的话，你就会累积失败一次。那失败到一定的次数的话，你就会直接被淘汰。哦，对，这个特别的刺客模式。哦，这可以调哎，失败两次就会被淘汰，好不好？好好，这边都是被杀淘汰。嗯，每60秒一回合。嗯，太久啊，我们那么多30秒啊。刺客会被洗那个重置吗？每回合开始选一位，还会再轮到一次吗？应该会，因为他最后剩下一位玩家才会获胜。嗯，哦，我稍微重好不好？随机无顺序哦，所以有可能连当哦。对啊，我是说酱油有没有在听？酱油有没有在听？没有在听，没有跑。放心，酱油没有跑酷，都只有跑而已。追到对方就没问题。没问题的，跑我最会那我们就来玩看他崭新的雪地露营区。好，崭新哦，好酷。我都还可以告知刺客身份呢。要吗？不要啊。不要剪啊！这个讲的就啊，求生者也是可以去翻箱倒柜，就是游戏中会有十个箱子可以去找，那都会有一些道具可以使用。OK， 法师，我也在听，我有，我有。都让我们来，我在听。走起，走起，神丹老公公。有没有？欧美龙，太场景了！你真的耶！哈鲁多，有拐杖糖，啦啦啦啦！老公公，到底有谁真的把欧美龙？有那个观众说，他连十次都没有抽到过杀手资格。干嘛干嘛干嘛？这样也太衰了吧！好运还是不好运呢？对啊，很衰。现在刺客已经知道是谁喽，大家可以小心跑。嗯，好，耳机刚刚你说到小雨，你想干嘛？你想干嘛？小雨，离开了游戏，我游戏跳掉了，你自己自杀了，团团危险，箱子是我的，团团危险，快跑，团团危险，连回来说不定还活着啊！结束了啊！本团累积失败一次，哎哟，差一点，好难哦，二十秒的时间哦。太可怕了！手手放开！哇，小雨直接败了！小雨怎么了？不知道，我游戏刚突然崩溃。QQ， 刚刚团团是杀手，他没杀到人，现在他累积失败一次。哇！波波干嘛？干嘛？波干嘛？哎，低速！哇，我好猛啊！低速！有剑的基本上就是杀手啦。嗯，没错。对，他的应该都掉去。啊！别！你快过来！你打我！打我！打我！低速！好可惜啊，低速打好多下。不过我错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是有可能连当啊！巧克力怪怪的，巧克力怪怪的，巧克力怪怪的，我又怪，啊！我一定追他，我要空手回他，空手可以追的吗？逃去，逃去，逃去！是，你上去，那他是，你又回头，又回头，啊！不要，我怕，我怕，你怕谁啊？啊，我是你耶！哦，谁？哎！
恭喜恭喜！我欠你一次，因为我欠你一次。恭喜恭喜恭喜！没有，我要有一个人死啊！不但有一个人死，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就是破大礼。那个建议大家手一开始就是放比较后面，不然他刀子你会直接拿到。哦啊！你怪怪的，这种意思。法师，法师，法师，你念好一点啦，很像叫我哎。人家是念繁星，是我的，总统是我的。哎，对，东西你的，东西你的，你的东西你的，东西你的，东西你的，你很过分。所以开场，开场有没有有很靠近别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鲁哈鲁都，然后杀手有道具有加速可以用啊，啊不会，哦，鼻子里不能用啊，你刀子没用，我有用啊，哈鲁都，我连续两次了，他躲起来哦，哈基是不是怪怪的，哈基怪怪的，怪怪的，哈基怪怪的，哈基怪怪的，哈基很奇怪，小雨的脸，你跟着我，本机是你。不然是谁？还有谁活着？团团，我死很久了，老哥，好恐怖啊！团团，突然抢东西抢到死掉了，完事找不到人啊，要死我啦！太多太扯了，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保持社交距离，保持社交距离。几类工伤？该跑该跑，你抓回。谁谁谁？本集是你，我先跑了，我也跑了啦，那不是我们两个啊，不是我，酱油，不是我，我的天，那是谁？啊！哎呀！这样你知道是谁了？钻石剑长这样子呀，你走开！是谁？酱油，酱油安全，酱油安全。哈基啦！这样很安静，这样很安静哦。我气死了，对不起，对不起。哦，就是你，就是巧克力。把心，把心在哪里？我找不到他，告诉我他在哪里。他在哪？干扰我这里。我在哪？他在哪里？完了，完了。另外告我，只能留一个。另外告我。啊！成功刺杀繁星，这个怎么是谁啊？完，对决，对决，对决！抱歉，哦哦哦哦哦哦，是谁？没有，没有，快跑！快跑！这个烂弟子，跑吧，这回跑！糟糕！哎呀，把那个墙盖准备，准备，我觉得可以准备那个了。哎呀，哎呀，哎呀！还要失败一次哦！可以出来一下吗？求你了！躲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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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跑跑走！救命哦！有点围啊，有点围啊！我们两个都失败一次哦！糟糕！看看会是谁啊？哎呀！哎呀！躲起来了！你前面打次数太少了啦！没有，我只要躲过这个。法师就直接死了。对，来啦，来一下啦！我去了，我在冰块区啦，冰块区在到处都。他在做冰块，他在做冰块。法师来不及了吧？来不及了，太远了。一个在地图的最左边，一个在地图最右边。哇！被处理掉，处理掉啊！你被处理掉，你还是感觉有点可爱。哎，这个还蛮好玩的，好笑，很新奇，炸欺游戏，炸欺游戏。你也不知道想到怎么轮到我，巧克力当龟，它很安全。我超傻眼，大家都是不安全。巧克力到底当了几次啊？我不
到，可是最后就没有了，最后都是法师。嗯，就是两次嘛，那就再来一次咯。好哦，好啊，再来一次。我觉得这地图还不错，其他可能太大了。哦，对，其他都偏大。哦，就算小。杜瓦霍，嗯，杜瓦霍，那就再来咯。跑戏，跑戏，跑戏，跑戏。我们可以变成黄昏。不同的感觉，嗯，再来一次，不敢跟别人抢箱子了。这个有一点，人生好有见识在飘，对，太可怕吧？有见识在飘，可是你也不能躲人躲太远，有见识在飘，不然你人家就追人追不到了。没有，刚刚有个，刚刚你在射人哦，对。拜托让我拿箱子啊！没有箱子，记得杀手有那个加速哦，那箭矢 Q 出去就加速。啦啦啦啦啦！不要教坏人家。哎，你的箭不是一下砍死哦，所以你要慢慢砍。那个拿过了，酱油。我知道，啊，走。迪叔拿过了，那个道具美轮会清空了，所以其实有拿到一个就不错了。好想拿到，奇奇怪怪的。我的又开价啦！开价啦！每进一次哦，对，快吓死我了！我也吓死了。当过的人很容易就连当，哇，这个几率！给我过来开价啦！阿基，不要跑了，白金，一下就好了，白金。我离你远一点，对不起，我又是你哦。不要砍我！我完全不想干那种，本机本机太远了，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错啊，真的不错了，这样还不行，可恶，我等下看到巧克力就要回头，啊，打回去，谁是谁？是谁啊？叔叔哎！为什么听到波波很哀伤的声音？波波听起来悲伤。啊，他白痴是他？不是白痴哦，我以为我是生存者在那边找箱子啊。他每一回我一开始会说一下，我能相信你吗？嗯，不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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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哎，我的眼，真实哎，不行，不行啊！老雨，我们鬼走爬爬组，是吗？就你刚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太火了！出现在他面前呢，太火了！不太行哎，完蛋！哦，你有在哪？法师在先砍，法师在那个车子那边，车子那边，我都在车第三排。是不是哈基找不到人？他听不到，听不到声音，听不到还砍人，太过分了！听不到，奇怪奇怪奇怪，听到听到听到，回来了回来了！哎，我给你看到的那一天哦，有一个裸体的在那角落啦，这位置完全没用嘛。裸体在角落，你会不会冷啊？对啊，你去死吧，去死吧！哇，哎，我一直没看到，凶杀现场，凶杀现场，我看到一个，自残了，自残了，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好痛，好痛。太抠了！出去啦！他自己也当出事，是现在是我拿走的啦。他好多次中刀哎！是啊，迪叔是你？不是不是，迪叔是迪叔，不是我。打他打他！迪叔，你什么时候杀我？不要！看来不是迪叔，谢谢迪叔，谢谢迪叔，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你竟然不讲武德，夸张，没有，我把迪叔讲，就跟赶鱼一样赶过去啊，那我要谢谢繁星哎，对啊。直接把他赶过去，然后耗子尾吃啊！巧克力工具挖你也加速，你不要工具挖的，拜拜！我要死我一次了，至少让我砍一刀。你们各一次吗？
太棒了，太棒了！跟你怪怪的。你跑这么快干嘛？等我点一下，又是巧克力。哦，巧克力。不是我们两个，不是我们两个，我们两个都远离彼此。你们自己小心。也就是四个人而已，啊，就四个人而已。在那边，繁星小心。我很好，我很安心。安心草，安心草，是不是团团要一次了？哦，团团跑超快呢！哦，不急，我砍到一下了，他砍到一下而已。No， 下次帮我。哎呦，你们都一一耶，哎，你们都 kiss 啦！哎，我从地图的一端跑到另一端，有够累的，跑超累，超累耶，累死人！完了，沙鸡，完了，空箱，你就想办法躲好就好了，反正你们他都看到我了，我们看到鼻子。哦哦 ，kiss 啦！就不要跟我连续当到就尴尬了。哎，他怎么进了？哎，不是我们吗？哇哇哇哇！哇，快跑！头痛头啊！不是我杀的哦，我是你耶！可以，我把头小西，快跑！我把头杀了！六六六六六！我现在腿有点抽筋，怎么办？啪啪啪啪！然后这是谁？哈基上面，哈基上面，哈基上面，哈基在后面上面。爸爸，切！他在后面上面，他在后面上面。哈哈哈哈哈！哎呀哎呀哎呀！他在屋子那呀。你只说后面，你没有说你没有会怕。屋子呢？哎呀，果然是不能信任呐！不是这样子，我要躲两次哎。躲两，是我这回合躲起来，我们来劈二分之一的几率啊，二分之一。我觉得最后应该要发光才有更刺激。躲起来，对啊，对耶，没发光会。你躲起来了，两把刀互砍这样子是吧？他进发光是什么？给一下啊！我不会耶，指令我那好难哦，指令超难啊，很绕数接指令，对啊，现在超难的，没办法。啊！登机给了，登机给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二分之一了，二分之一了，我二分之一不要，他是杀手，他是杀手，他是杀手，不要！哦哦哦！发光了，发光了，白金发光了！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天哪！白金亮晶晶，哇！好可惜，如果可以加，他没有跳下去，他就还在下面。我以为他醉了。小雨，阿进，阿进不讲武德啊！不讲武德啊！阿进，为什么要攻击繁星的村庄？对啊，我攻击繁星的村庄。我给加成吧。来哦，我再来哦，最后剩下两人就会发光，好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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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换一个场景看看。阿基不讲武德，购物中心，一起来逛街，早起。哇，这个很大哎！哇，这么大哦！资源收银，我要买啊！领资源收银，那个哦，不要，我要远离酱油了。你在哪？你在哪？不是我，怕我又是我，我会砍了你，对不对？挺有道理的。哎，这么大，还是要不要永久发光啊？问号，不要吧？永久也太恐怖了。不要，不要，不要！好玩了。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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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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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快一下，不要，快死！你快死！我知道你快死，再一下就要快死！快死！再一下！快死！快死！真的，真的，有乱源啦！有乱源啦！团团，刚刚以前是团团，很多一直乱追着人跑哎！我翻下去，然后马是在我旁边，我差点死。奶奶呢？奶奶呢？啊？怎么了？阿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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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哈记。啊，有塞沙布。沙布。往你的这边走。你看，不要靠近我们啊！我们刚刚可是有剩，有剩。我这样比较安全。哎、欸，真是迪叔，迪叔，我第二机会嘛，看你选什么。迪叔，加油！迪叔，迪叔，你要加速，迪叔，丢出去，对，我要加速哎，拿你的剑 Q 出去，耶，可以的，你可以的，加油，加油，哇，摔死，他竟摔死，摔死，哎，是糖糖，糖糖，糖糖打嗝了，不要，糖糖打嗝。不要！又来了！啊，酱油啦！酱油！加速！你救了，你没救了，他加过了，救完了。不要走，瑞凡。我来了，瑞凡，第一次而已。哎，我陈小雨在干嘛？我有没有想帮你用击退棒棒打一下的？哎、欸，我都没拿到击退棒哎、欸，有、哦、没有？是你没箱子不？哦，是谁呢？是谁啊？是巧克力下面的哦，你们下面的哦，是巧克力吗？就下面的哦，巧克力啦，你们下面的，嗯，是允月吗？不要哦，允月，没有，是小雨，是小雨，啊，他准备上楼了，你们快跑！小心不要靠近巧克力。迪斯啦！哎呀，迪斯加油！哎呀，迪斯你杀了老师，对不起老师。后面忽然间来一个刺客，我以为是小雨，不是我。我看你还想往楼上走。啊！我本来就往楼上走啊！啊下雨，雨又摔死了！哇！看之雨，等下有一个人躲很深呢、欸。谁呀、啊？我来躲酱油啊！不是，你躲太深，到时候跑不到人啊！等下我被霸凌了。本季也躲很深。对啊。大家都好躲、哦。然后本季位置很阴险。不会啊，我宁愿被处决掉，我也不要被杀掉。哎呦，也要被杀喽！这个行动很奇怪哦，刺激哦，刺激哦！干嘛？小雨杀了，是有一个人，小雨杀了，一直偷偷追哦，追不到。下一轮喽，下一轮喽！哎，怎么了？动作很奇怪啊！跑那么久不累吗？酱油，你为什么一直过来啊？我不知道、啊，我在想后面会不会我后面也有人。记得剑士 Q 可以加速哦，可以跑快快哦。小雨是不是你？不是我啊，我是我还拿这个，我就直接拿刀了。啊，好像也是哈，有道理。队友要准备被处决啦！等一下祭典了。避了，躲再躲那么远呐、啊，找不到人哦。我就说我宁愿被主角跳，也不要当铁。我觉得你被当掉。怕。啊。你的行为模式很奇怪的啊。迪叔吗？我超正常的、啊。哦，这太可以了。哎呦！看出我是谁啊？哎呦！哦！加油！我酱油还活着，酱油还活着，三条，三条，快老死吧！这个很危险，不要跳楼！哎呦！天哪！哎呦！是你对不对？哎呦，感觉好像看出了些什么？哎呦，哎，什么模式？哎，他没看到新闻模式。哎呦，哎呦，迪叔不要跑了，你跑得掉。哎，他卡到了，他卡到了，快跑，快跑！我下来了，哦，这个好近哦，等一下啦，好近。哎，这谁啦？我也看到卡卡的，我也看到卡卡的。哦，对，我回溯一下，拉瓦鲁多。扎瓦鲁多好多下，我看全部都卡住了。
啊，完了！完了，本金是不是本金是不是爆了？了我们这之中有人爆了，完了有替身！我的天，替身！哎呀，要跑车车？不是啊，我跑啊！不是啊，我也砍不到你，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他只能砍到五秒前的你。对啊。天哪！好了好了好了，顺了顺了顺了，有顺吗？有顺的有顺有顺的有顺。蛮顺的，超顺的，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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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忍住，他救他。不是，他都躲到我前面了。他用生命来测试，对对对，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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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哎，暴走，暴走，要干嘛？死了啦！哇，孩子自杀成功了。给苏伟帮我报仇了。我是被小李砍死了吗？你摔死的？没有，你是自己跌死的。只要跟你要帮你报仇，可能要刺杀地板。对。你为什么把我推下楼？哎呀，是不是有人找不到啦？找不到人喽！这空间没有人啊！这空间没有人啊！那大家去哪里的？我要被处决了，好可怕哦！来，我又站在这边，来来来来来，处决我，处决我！你醉了！天哪！我就跟你讲，我不要被杀，我宁愿被处决。发了！我不想杀人，有没有？我也不想杀人。哎呦，发光了！是不是离很远啊？很近。哎呦喂，还好还好，很近的。好，那你现在就用了。哦，这真的很有点远啊，不是我在说。这句话是可以躲过的。这个真的是要跑就可以躲过哎，我的天哪！可是你要想啊，下一轮你们谁只要追不到彼此，就被会被处决。对啊，现在这是赌注哎，这是个大赌注。你大赌，看谁那个比较衰。你还是逃吧，失主。失主，结果又是团团，就交给氪金。我真的觉得可以交给命运了，我的天！是谁？会是谁呢？两个人靠近，两个人靠近，两个人靠近，我太难了，我太难了，这个有点难追了，想知道了，现实都比较难追，速度是一样的，对，就是不到就一次的加速，哇哇的了，哇的了，一场屠杀超多人呢，对啊。偷手都不偷血，偷偷来。迪叔根本毛起来在杀人，真的。对，毛起来杀人。马拉松哎，马拉松比赛，天哪！阿达花瓜，呱呱呱呱 ，OK， 换换别的模式。好，好。哎呦，小人怎么这么厉害？啊呜，啊呜。嗷嗷嗷嗷嗷！我们好久没有玩嗷眼嗷，猎杀战争模式，猎杀战争是哪个啊？我已经忘了要怎么玩了。然后作者都 QQ， 作者都说自从出了其他模式，再也没有人玩这个了。这个是找地狱之心的啦。对，就是哦，就是怎样忘了，我不记得了。要找地狱之心累积到找地狱之心的啊！我看到这个模式跟刚刚有点反过来，看一下，就是每一轮会有一个人是目标，什么目标呢？被大家所有人追杀的目标，好难。所有人都有武器，那个目标怎么办呢？目标就是想办法开箱子，你只要开箱子里面有地狱之心，你就可以躲过这一回合，就会换下一个人当目标。对，那箱子里也会有一些帮助的道具啊，那当然也有机会是空箱，好吗？好，其他的求生者，其他的猎人是没办法开箱的，只有那个目标有办法开。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这样。对，那你除了是拿地狱之心可以躲过，或者是躲避这个时间内都没有被猎人给追到，就没问题。嗯，好。那通常呢，因为一开始被当目标都很可怜，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是猎人。你就要一个人躲十个人，有没有？好，那后来成为目标就比较 free， 它是轮流的哦，所以不会是一不会两轮都当目标这样子。好 ，OK， 好，好，好嘞。那每轮30秒，可以哦。两轮之后死到，让我们来踹踹看喽。好好，他的最新地图。可
科技学校。哇，让我们一起跑哦，跑啊！快散开！哇，这个学校怎么长得好像我之前的那个学校？有，其实就是吧。我的天哪，就是啦。没有，你之前读这个学校，它还一模一样啊。传送门，哇，你走传送门会缓速抗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真的，真的，真的。这边没有，就是你哦。他在跑步呀，有人看到可以说一下。加油，在那个室内还在室内，黄金，黄金过来，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他出去了，他出去了，他出去了。啊，加油！再让我开一个箱子哦。我连一个箱子都没看到，哪有箱子？哦，我看到酱油了。对，这个好憨哦，这个好憨哦，来不及了，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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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解散！这个杀人不重要，重点是躲人啊。对。哎，我刚才在想说，我应该是不会的。哈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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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到哎。哈迪，哈迪，谁最后看到哈迪过？哈迪，哈迪，哈迪。哪里？哈基，哈基，传送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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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送什么颜色？橘色，橘色的，橘色，橘色的吗？橘色的，橘色的，打回去了。嗯，啊，我不要，哇，太赞了，我就知道。会有人想在这边？哦，雨月，雨月，雨月刚有过，外面真有三个猎人，吓死我！雨月在哪里？雨月哪里？好早之前看过他，已经没。他刚刚跟我们在主观队，不知道在哪。雨月，你还活着吗？雨月，活着啊？怎么了？没有，我怕你第一次断线啊！活着都出来露个脸啊，我很担心啊。学长，你看到你，我们很担忧啊。学长，还好吗？学长，我们去保健室。学长，活得好，活得好。保健室。啊，学长躲起来了。觉得决定宁愿追人还是躲好了。好可怕哦。团团团团，回复目标了就可以大胆追，因为等到下一轮。我不见了，我不见了。啊！你怎么在这里啦？被你们搞跑了吧？哈团都死了。哦，没关系，我来逛校园了。迪叔，迪叔，迪叔，你真的还跟我们在一起？没有，那是现在怎么学坏又不见了？嗯。翘课了，我看到陨月了耶！可恶，哎，可恶！他爆位，他旁边有竹子。哇，天哪！没有，没有，没有竹子，没有竹子。他旁边满满全都是竹子啊！哎，他看起来像陨月在追酱油一样。我追错目标啊！我在等下一段，我在等下一段。OK， 对，先去找一个人盯着他就好了。我在等下一段。有酱油有当过，酱油有当过。繁星，繁星是法师，繁星法师，法师是法师啦，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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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还有这种地方呢！我天哪，还有一点室内场景。我后面有个可怕的学长，我该怎么办？你刚刚不在找我吗？我来了啊！没有，哎，不是我的学长，我跟你说，我们这里全部人都想要去保健。宝宝，你怎么在受伤？宝宝。怎么了？哦，你被砍了，宝宝。宝宝，这个活的人好多。宝宝，你是不是还没死过啊，宝宝？天哪！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有用吗？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刚才蓝色传送门超长。蓝色传送门没看到哎。你这我们要找你，找你，他没看到哎。我看到啊，这时间有点短啊。对啊，很难找，太猛了！因为你知道我刚在蓝色传送门的后面，啊哦，我第一眼，你说的，哇，哎呀，可以，哎呀，扎一刀啊，扎一刀而已，你怎么又回来了？可以回去啊，小心，看来不能太早走。太准了，太准了！刚刚小野在这附近，我早就走了。可是你可以不要杀我吗？我报完位我就不行。我知道你刚刚为什么受伤了。
为什么？你不是想爬到甜美旁边上去吗？我刚有被梅果戳了。我觉得我幸运不保。小雨结束之后好像还有本机哦。对啊，是不是？哎，马斯是不是也没有当过目标？谁知道？你不要宰甜美听得到。还有 BO BO 嘛？他才他在橘色传送门。本机啊，本机，本机是哪？哎呦，找不到人啊，找不到。他刚刚原本在室内，可是他后来换位置了。我一定跑啊！这么大，到底怎么找啊？天哪！太大了，太大了，小太大了，太大了，大还需要点提示。那个我在篮球场旁边啊，篮球场这里有篮球场哦，篮球场，篮球场不是就蓝色传送门？哎。哎、欸，哦，这个在球场旁边啊，这个有蓝色跑道的。哦，太大了！我先追那个法师。哎、欸，不是吧？还有 Bobo， 谁看到 Bobo 过 ？Bobo 在橘色传送门附近。Bobo， 哎呦，我们可以放心走了。哎、了该发光一下 ，Bobo，、啊、BO， 敢不敢 ？Bobo， 你在哪？你敢喊发光，我就发。嗨，波波，我看到了，黄色传送门，黄色传送门，黄色传送门。黄色。天哪！哇！去哪了？哎，好猛哦！你好猛哦！你真的会哦！哎，你好会跑，路线都看好了耶！哇！对啊，跑超猛哎，有够强。那刚刚谁有看到酱油过啊？是轮到酱油了，轮完了是不是？没有，法师，法师，这是法师，不是法师啊！我不要，你不要，我快被吓死了！我们来救你了，法师，我不要，我来了，法师有我们在，你不要害怕，可以解脱了，你看嘛，可以毕业了，我看到了。哇塞！哇，你怎么笑成这样？哇塞！有人经过，哇塞！有人经过，下次也不要穿衣服，不要穿衣服了。那个叫做巧克力，还是你刚刚完美绿幕？哎，好猛哦！真的假的？你刚从前面跑过去，等我，你走哪里？气死啊！酱油，全是绿幕呢。追上是，我整个眼馋了。我刚看你往那里跑，然后我就追，就没追到了。我要冷静一下。你穿那么变态，谁要理你啊？下次大家都保护色了、欸，你可以把衣服给吃起来，穿起来这是保护色、欸，很有用。衣服吃起来，快点吃起来。我觉得我要去哪上面看到的哦，酱油丸在哪里啊？在福，在福 ，yes， 音乐都很早的哦。怎么搞头啊？是音乐啊。你们在哪？哦、我以后在哪？你要知道，我们人家最后是哦，这一轮结束都还活着的人都是死到 PK 了，超级大哦。哦，迪叔有没有看到云月？没有哎、欸欸。法师，法师，跟我走，法师，跟我走。没有，你不要相信他。那两个法师当内裤走，那你不要跟我，你跟着内裤走。没有内裤，没、欸、哦，另外一个内裤。对对对，跟着内裤。没事，迪叔，我们保护你。你是不是想杀我？你是不是想杀我？哎呀，下一轮啊！这也是谁？还是该你啦，小雨。我还没把我很后面呢、欸。对，我记得是迪叔先。不要吵了。没事。哈哈哈哈哈！你在哪？不要啊！哎呀，躲过了。音乐在这附近，在这附近。在哪里？不会是？就是我找到了，在竹子那边。很多竹子、啊、哦，有有有，在中间，在中间，很多竹子、啊，不要啊！哇，你旁边太多人了吧？追追追！追哇，输了，输了，输了，输你啊，迪叔，太难过了，反心不是法师啦，法师不要骗了啦，追我，你们快追我，哦、法师哦，真的讲什么？反正躲这里，我突然发现这边可以躲哎、欸，我害怕。法师出来，法师，我们救你了。哇，好想打网球。打网球，打网球，打网球。你是认真的还是？好想喝果汁哦。哎，你去哪了？哦、这是网球场。干嘛、啊？我还待在那边吗？当然走了。这排球吧？这排球啦，这是排球。
好是你的，它的粉红色，粉红色老师为什么砍我？我以为你是巧克力，我拿着剑，不是我，就继承了，我继承你先了，没有，还好我刚刚过去追你，知道吗？我也离开了。我想说，你看起来奇怪，我要先走。我记得尾刀是瞬间回满血，对不对？尾刀是瞬间回满血，对不对？对，尾刀会瞬间回满血。小雨，酱油，不要啊！还没啊，小雨还没当过啊。刚刚在网球场有看到他，小雨现在在网球场附近。没有，我已经走了。走去哪啦，小雨？我也不知道哎、欸，其实我在乱传，我不知道在哪里。他刚刚有传蓝色、浅蓝色啊，只是不知道他有在传进去吗？你可以跟我们讲啊，我们都知道。有啊。有，他有了，他说有，有啊，我存走了。应该有用、哦。还有谁？法师，我觉得这有用哦。这样有没有看到法师本机构？没有，我看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法师，他跑去二楼了。二楼可以去、啊。本机，本机。哎呦，在哪里呀、啊？很久没看到本机了。来制作组啦。你在那边吗？我刚刚经过那边呢，本期。哎，我在那边哦。哇，他在一条很大的路，那边只有死路。我在死路那里哦。不是吧？这个攻过来都已经要花多久时间了？太长。本期。啊！对不起。啊！也没看到。不喜欢，我不喜欢。法师这样。是这里吗？我不是，对哦，还有 B B 哦，对呢 ，B B 是很近的吧？好的，我哎，我一直讲话哎，我一直讲话，以为你死掉了，没有，我没死啊，这没看到你耶，你挂到了 B B 呢？我在当雕像啊，雕像，我是尿尿小童啊，告他，告他，没有，告，你不会猜，出来就告，太棒了。哇哦！啊，了不起了！被加油，这太好笑了！喊了他一下，有，那有，你就是你了，法师，最后一个喽！我拿最后一个，有话真的好说，最后一个了啊！法师啊！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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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不到了吧？就在前面，我看到了，裸体的，裸体的。然后商量一下，商量一下，他跑不动的脚，粉鸡，粉鸡，离我粉鸡远点。啊！好心。哎呀，叫打你们在干嘛呢？漂亮，粉鸡漂亮，粉鸡漂亮。太好笑了吧！我想说，不要打好了，他叫我就嗯好啦。你们一直解决我，是小雨。本期小雨交给我啊！你先打吗？没有，我去打别人啊！我真的加油！保护他是我人头啦！加油！加油！加油！我去当我的雕像，太可怜了。哎，为什么少一个人的感觉？哇！少一个人，小雨呢？我相信也太远了吧！我刚刚说，刚刚那边很多人呢，我先去你们先打一下。你是打排球有那个叫什么、啊？啥球、啊？太远了，排球吧，就是排球。有听到听到，小野太远了，这样子打了，我打不赢耶！我天哪，我天哪，这美果太邪恶了啦！哎、欸，这样我们只能打了。你的头发都是咖啡色的耶！可以不要看见我吗？真的就是咖啡色。哎呦，哇，你还爆、哎、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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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把一切筹码压在你上面，我输酱油喽！完了，破产了！你刚刚这么帅哎、欸，成功功！哇，
没空了。这样有可惜啦，可惜了，我大四个啦，对吧？换个地图再一次啊！好，好，我们两色谁？两色谁？要躲起来。东岸四色商场，哎，哪一个是会有发光的？那个未来都市，都市对未来城市，未来城市什么鬼的？可是你找着找着。有陷阱会让你发光、哦，发光哦，这样子更刺激啊，对不对？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这个没啥地方可以躲没？对，刚刚哎呦，出错出错，一个警报，亮起来了，突然都，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好可怕啊！反哦不是，干嘛啦？目标啦，小雨。小雨在哪呀？看到他的触发警报一下，我在法师后面，法师屁股后面。我看到小雨了，在角落，在角落。没有啊，在后面，角落。你说那边吗？对，哦，看到了，看到了，小雨，小雨，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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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猛啊！都没看到啊！真是太好了，我看到的啦，踩到警报了啦，很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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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声太小了，一转角全部都是人。重点是你一发到，蜂拥而至，一个转角出来四个人在前面，离我远一点。本机太会了吧？对啊，哎呀，好了，你是不是都知道触发警报在哪？没有，它地板上有线，暗线钩啊！哦，我看到了！啊！来不及，来不及，他触不到，触不到！哇哇哇哇哇喂！啊，可以放我觉得我要死了。酱油，酱油，酱油，冻死，冻死！这样我们都知道你都没酱油，你要跑起来啊！嗯，加油，很气，酱油，离我远一点！你刚刚看过？有可以丢，有可以丢，我没有看过你，我没有看过你！哎，来不及，来不及，跑走了，拜拜！我要躲起来了，来不及了！你不要了。可恶！我要回头了。不是我，刚刚谁？刚谁？那个全身巧克力色的是谁？迪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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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斯在哪啊？你们看过他吗？没事，没事。没有，你说迪斯吗？我看到他在蓝色最角落，最角落。蓝色的球场发光了。对对，这又在来，大家打我来，前面的蓝色。哎呀！我的圈圈，他出动警报，出动警报，这太远了吧？好远哦，好远哦。有啊！去了，失去，我怕来不及。说声爱，阿纪，阿纪，你不要追我本纪，阿纪在哪里？阿纪看到在中间，中间广场，中间广场，我看到没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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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中间，箱子中间，砍他，砍他，砍他，中间广场在这。哎，他跑好快，箱子中间，对啊，他有吃到那个东西，嗯，道具，太会了，太会了，去哪了？不见了，他在那个红砖这边。弱啊，我都回不到哎、欸、啊，虚弱，他虚弱你，你是不是心软了？没有。啊，阿雨耶，刚在小雨隔壁对不对？没有，太久以前了吧？为什么本机你都知道我在哪？哎，我看到音乐在那个对，这里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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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死了！天哪！啊啊，出不去啊！等一下，对不起，完蛋了！我觉得是我，我觉得是我啦！哎，是你，波波，波波你在哪？波波，我不见了。哎，不对，我觉得等下换到我要躲起来。不要不要，去哪了？我在蓝色，蓝色，蓝色。宝宝你在哪？有。哦，靠，白痴哦！我看到法师的头啦，一样是绿色的。宝宝宝宝，加油加油！宝宝在角落，角落，角落，
咖啡超市，咖啡超市，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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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不要不要，你给我活下来了，那我干嘛来了？是谁？巧克力对不对？巧克力酱油哈基对不对？我没有砍啊，我没有砍，没有，哎，巧克力耶，哎呦，我砍哦。你有砍啊？第一下就你砍的，你跟我讲你没有砍，我明明就没有砍，你骗子！我在另一边好吗？我身上白纸，我看到了，我来了，我来了，我要死死我！我帮我右转，差一步，哈基，哈基不要，哈基跑快一点，跑快一点，哈基不要，哈基你没当的，快跑快跑，哈基，哈基走了。阿基走了，阿基掉头了，阿基掉头了。掉头了。阿基，刚刚打你的真的是阿基。好好，我们等一下一起。我根本没打到。法师，法师，法师。是法师。我吃一下。法师出来了，法师。法师出来了。哦。我就说是法师啦。我要闭嘴，不是在讲。他在我面前开箱子。法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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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繁星哦，在哪里？干嘛？我看到繁星了，中间走，往中间走，往中间走，往中间走，繁星了，繁星往中间走了，我不是，对，没有，等等等等等，中间没路了，怎么不去？有我绕他后面，我绕后面，不要绕后面，帮帮帮帮，听他下盘，帮谁下？帮谁下？帮谁下？繁星，繁星，哎呦，繁星，哎呦，繁星。直接走掉，直接走过去，我没看到。没有，看到，看到，看到，只有点危险。本期你很努力了，他们在从前面走过去了。他在你旁边，你什么？阿基过，阿基过，阿基过。你是不是心软了？我要死了！你在哪团？我要死翘翘了。团呢？他刚刚没有参与追逐，他有啊，我有参与追逐啊，都有啊。嗨，巧克力，安全刚刚。的另一个角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发光的附近在追着那个欲言又止，他好远哦，我完全没回到，崩溃了，真的太吓啦，拜拜，哇哇哇，下一个是谁啊？下一个是酱油，酱油，一轮的吗？不是我吧？啊，我当过了，我当过了，我当过了，哦，那再来一轮了。我现在都要跟着酱油了，看一下。对啊，你跟着我干嘛？反正等一下一定是你先嘛。好，下一个就是我，你徒弟呢？不能这样对徒弟啊。有啊，九九在九九在这边，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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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那个九九啊。我长面苍蝇这个师傅是跟踪狂啊。那个。太夸张了，酱油你不要动啊。太夸张了吧？酱油不要动，太夸张了吧？酱油不要害怕嘛，酱油。哎，酱油哎，打他打他，他在哪里？在哪里？哎，弄死！酱油安静了，酱油。我后来想说这样太坏了，我就走了。他往很土的方向走，很土很土是什么鬼啊？那个房子很土，有泥土大楼，你说钉子户那种吗？对对对对对对，大师！哇，这个那边吧，那边怎么还停下来？大师，再见。跑掉了！啊，你可以回头了，你可以回头了。法师，你在哪？法师，抬一下哦，一人一下哦。法师，你在哪里啊？阿基耶，阿基，阿基，阿基，他刚在哪里啊？哎，被看到！你怎么在这里啊？加酱油吗？虚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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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弱！反击，回头，反击，回头！哎呦，反击，反击，回头！看他，看他！有了！算了，算了，原来是虚弱，我要死！反击，反击！法师，不过哎，不要选我，我在老位置。老位置在哪？哪里？用传送门吗？传送门是。咦，有没有出来啦？我在外面跑，就在外面跑，正在外面跑。我在外面跑。屁耶！你在外面？外面？对，外面，外面，他真的外面。没有你，你这没有在外面，你不要骗人。有，我就在你前面看着你。你要走啊？有，你这样外面了，你这样外面了，这样外面了，有了，这样外面了。骗子。你看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OK， 巧克力嘞，
巧克力在哪里？我在外面，我在外面。你也在外面啊？在外面。你知道我出来一点、啊，我出来一点。波波旁边、啊，波波，你不是看到我了？哦，对对，你在我旁边，对对对。我在外面，我看到他一下。哎，波波，好久不见啊，波波。没有，我们三秒钟前才刚见啊，不久不久。没事啊，乱叫。没事啊，耶！完蛋了，是不是要开始大乱斗了？可恶，还没，还有了，还有，要关心法师跟我吧。对，三个还没。嗯，没法师，等下就是你了吧？繁星，繁星，是法师，在哪里？在波波旁边。怎么又在波波旁边？到外面去。大家都在波波旁边。哪个都在波波旁边啊？波波人好多砍呢，是不是？就跑到那边去。波波最夯的时刻呢？真的没有，当然在是哈。不过法师刚在那附近，我们可以追一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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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出去了，可以出去了啦。法师追法师啊，他等下会追我啦。不要不，我不要。法师，你刚刚最近的距离，我可以追一下。我有一点觉得，追他追他，不要追我。法师，你要跟我们在哪？没看到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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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你们真的不要不要，真的不要。啊，不会不会，我真的不会，真的没事的，没事的。发光发光，发光发光，没看到啊？没有啊，完全没看到。发光没看到哎，他有太远了，没有发光。那我出发跟你一样，那就是我们斜对角啊，我们斜对角。找团团，找团团了，找团团了。没看到团团，他没有在跑。好牛！哦，他找到了！哦，好猛哦，好猛！完全没看到人，他就找到。哎，真的厉害哎。可能在我旁边了。那完了，我在最后一边，换我在外面。哈哈哈哈哈！在灰啊，搞不好团团隐形嘛，对不对？隐形嘞，太强了吧！靠，团团人啊！你看你躺在斑马线上面，就黑白看不到你啊。哦，好像有道理嘞！哇，真的耶！直接跑红色。他那个他是圆的啊，他那个斑马线。六七七人混战喽！哦哦，死到了！命啊！喂，哎，不要！哦，我有用吗？这个真的说了，为什么？可是，不是留这个要死不活的，好痛苦，要死不活的。他被砍了两刀，不是把我当留着当补血包啊？我有任务，他当补血，一个补血包。我先去找人啊！哎，我被留着当补包，要救命哦！你不要，你不要找我，你不要找我，你的任务是找波波啊！因为我当然知道啊，你的私人任务。你本机，我们在打哇，小波波，好小了！你本机，补包在哪里？好，我本机超小，补包在哪里？我不知道在哪里啊！我不，我跟你讲，大大魔王是本机啊，大魔王本机啊，他来势汹汹啊！本机在哪里啊？本机，本机，加油，本机，本机，本机！我就捡谁啊？在跟我玩躲猫猫？大家的任务收到了吗？我在找他。加油，加油！你看，哇，箭头！加油，你这反杀成功了！箭头！哇！补包！我的天！箭头！补包被吃了！补包！箭头！补包了！变成补包！补包被吃了！补包！补完了！补完了！补完了！加油！啊！太夸张了！我想问一下 ，biu biu， 你从背后突袭酱油，哎，你怎么反而被酱油给吞了？我跟你讲，我不要成为你的补包，我要成为酱油。打酱油，你说酱油吧，酱油打我补血，酱油打我补血的意思。你有 get 到吗？你有 get 到吗？没有，我已经收到你的爱，可是他们唯有我。笑死！你那个成为大补包了。哇！天啊！笑死！来，我们最后看看还有什么模式。为什么要攻击我的补包？哇，是巧克力！巧克力，你为什么攻击我的补包？为了帮我当补包，我要攻击我的补包。你大老远来抢我的补包！我的酱油补包，我的医疗站都被扫夺一空了。为什么要帮我当补包？难道就因为我帮你当补包，你就打我？难道你就是为酱油来？
那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啊，他的这个全新的帮派模式。不要，我要是有新的，要这个呢？现在有一个规则了，好不好？很关键，就是之前有说嘛，他只要你死了，就会跑到对方的队伍。现在呢，如果你换队到一定的次数，你就会直接被淘汰。你只要被换了三次你就会被淘汰，所以你还是得努力的为了你自己的团队奋斗加油。好，我觉得还是一样吧，还是一样，就是只是会提前出局而已吧。对吧，你们以前是不跑，变成现在会跑。就剩下最后一个人会加速。对啊，就是人少的那一方他会变得比较厉害。人少会加强。我一定要当最后一个人才会。对，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觉得，我觉得我直接被打三次死掉比较快。脱离围困。两队混战的哦，没有首领，这样更混乱。好，好，好。一开始直接就会有队伍了。可三次就没了，记得哦。那我们就来东岸广场。嗯，走起！没有队伍，没有，没有，没有分队，没有积分，有了，有了。我现在在少一人，为什么有一队比较多人呢？少一人，对，因为我们是十一人，那是十个啦。会炸死，那就是一个运气啦。我要跟随大哥，大哥，大哥是谁？人呢？我看不到大哥，你怎么看得到？对，你怎么看得到的？跑步，他那个重生点也都不同了，所以你很难抓大哥很点。啊啊！大哥在哪里？大哥在哪里？大哥呢？大哥在哪里？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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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大哥，我拿到下啦！帮我是坏人，帮我是坏人，跟我一队，那我一队了。大哥。加油！加油！什么？到底哪个颜色才对？不是一艘，大哥，我记得怎样？我有怎样吧？他进同一队的话，他进你加速哎！大哥加速，不能砍哈技，法师不能砍哈技，法师不能砍，法师不行啊！法师你被歼灭的话会全输，对，要留一个人，要留一个人。我懂了，我懂了。哇，你还有咬到嘴巴，好痛。谢谢你帮我回血，谢谢，你要帮我回血。耶耶！哎呀，我怎么一下被砍死了？那个剑士一刀死，加入，开箱可以开箱，开箱而已。酱油在后面呢，来一刀剑，在不边，我后面有加入我们吧？对不对啦？刚刚不是我们砍的吗？砍 BOBO 啊！砍我干嘛？加入我们啊！加入我们，加入我们，加入我们，加入我们！法师，法师，加入我们！不要你淘汰，不要强迫我！有了，你已经被淘汰了！啊，鱼被淘汰了吗？你的巧克力，加入我们！我只想要让你加入我们的。加入不了，帮你带到加入一下了，加入一下，加入一下！加入我们！不加了！砍爆我！加入我们！加入我们！巧克力！我砍不过，有一面剑，加入我们！啊，我要死了！啊，怎么失控了？哈基，加入我们！现在很混乱。你是哪一队的？我现在是队的吗？蓝色是三个，蓝色两队，蓝色是两个人哦，蓝色是两个。不是，为啥？哎，蓝色剩酱油了，剩酱油了。酱油，酱油，你现在很有力量，还有三分钟啊，你不用怕，你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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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你不要！哎，他不是说一下必死吗？没有，你要拿到那把剑，你要拿救命剑，要拿救命剑才有，救命剑才是。你拿的是吗？哦哟！哎！砍了！砍的很对哦，砍的很对哦。我真死，淘宝淘汰了，巴布洛淘汰了，你还是一个人，你还是一个人。哎，不行，我上不去，干，拜拜。你骂什么？你骂什么？我这次有雨月陪我，这次有雨月。不要这样了，真的不要了，哎。哦，你。哎，我这个是，我看到几块声音了，真的有。我们两个都吓到，我们两个吓死。
互相看到彼此是不是？对，同队的，然后自己吓到。你血超惨，我血超惨呢、啊。你不能摔到、啊，没有人呢、啊。哎、欸，这有那个救命剑啊，拿去拿去。在上面嘛，在上面。何宇，来，我加入绿队好不好？我不要，我才换一次队而已。法师在偷看你们，巧克力小法师在外面偷看你们。看你看，法师右转右转，他那边。难呐、啊。我加速，酱油你在这附近哦，酱油想不想解脱、哦？我看一下好不好？上哦哟，怎么都没有没有治疗药水？我要解释一下，我刚刚其实是要酱油回来啊，酱油回来，我帮你解脱。那我就没了、啊，你就没锤他走了，回来。这样加入绿队啊！加入绿队，加入绿队。这样你还有，这样你还有。哎、欸，我还有、哦。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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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我觉得剩两人是最稳的，这样他们就没有效果。不是加速，我们这边很凶的哦，小雨的武器很强的哦。哦，真的。小雨在哪里？啊，对不起啊，大哥，对不起。自己人呐、啊，对啊，北京。力量，力量，我走了，我走了。耶、啊， yeah, 谢谢巧克力。怎么又来了？圣法师，圣法师一个人，圣法师，圣法师。那个快几号啊？哦哟，酱油升天了。招这个了，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再撑二十秒，再撑二十秒。大哥抱歉，大哥抱歉，快点快点，往前跑，往前跑，往前跑。快往前跑，往前跑。跑起来，跑起来。好厉害，哇哇！分不清楚，法师繁星。分不清楚，分不清楚。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为什么拖我下水？我被救回去另外一个我，我被救回去了。最后是只有繁星在蓝队、欸。我想说奇，哎、欸，不对啊，我死三次了、欸，哎，超过了，奇怪。看你来自九九，我也不敢打。我好混乱哦，我好混乱。不是，我要解释一下，刚刚有人说我骂脏话，但其实我原本是想要说，干嘛有栅栏呐？没有，没有，你就是想那个字而已。没有，没有，没有，来不及，来不及。干嘛啦？那就是脏话，来不及。那我没有骂脏话啊。来不及，来不及，没有，来不及。DC 帮你骂脏话 ，DC 帮你骂。哎，我去。就是话刚讲两个字以后，哎、欸，不行，我要走了。那就是没枪嘛。这一次来试试看有首领的，好啊，好啊。首领就是固定那个首领，他一定是那一队，他不会被换。嗯，而且那个首领是死不了的，即便你拿那个一刀秒的打首领也没有用，嗯、好哦，对，所以首领就是要努力为自己的团队奋战。好，好，那就来随机分队。分啊啊！这是一开始大家是路人哦哦，首领去抓人哦。对，只有两个首领出现，然后首领抓到人，那你才会变成他那一队的。对，你说，那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被抓，你也是可以作为路人获胜。嗯嗯，哦，那就来试试看啊、哦。简单来说，一开始都跑就对了，你不是首领就跑。支援首领，快跑！快跑哦！快跑啊！快来哟！谢谢。哎，这首领，等下才公布，等下才公布。我有几块跑啊！哎呦！哎呦！五分钟就赢了！哎呦！这应该会赢，我觉得我会赢。哎，是我！是你的队友哎！啊！你说，我不行，我想要自己一队。对，先加入我。加入我、啊，要加入了，加入红队，你要出多少？你要出多少？你要出多少？中休四日，中休五日，你要赚什么？这么久说了。哦，这好酷哦，这里好酷，福利很好的，请勿观看。哒哒哒哒。变态 ，Help me！ 发现了，法师，你这个太厉害了，被抢走了，发现，他们全部死了，红队很夯哦，红队很夯哦，快走，快走，快
快走！挡你没用，快走！哦，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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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这么快？你怎么走啊？我跟你说，你在里面，我跟我走。反正我懂，你想要加入，你想要加入，我想加入。哎呦！救命！小雨，我们红队很好的，很好的。好了，好，红队还行，福利很好，福利很好。哎，难怪剩一个人，没队友了，没队友了，队友被抢走了。没有粉团，唱有个粉鸡啊！我觉得先找粉团，对对，我们先找粉团。绿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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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变绿队了。法师，法师，完了！完了！反团跟战友，哎，队友在哪里啊？两只躲在哪？先把他们收起来好不好？队友在楼上，我看到，我看到，你没看？你不要抢队友！法师回头，法师回头，不要回头了！上面不要了，你不能收我，你收我我就牺牲掉了。巧克力，我金闪闪的剑呢？你很金闪闪，可是我后面小花，后面后面，我来了，我来了，粉团，你刚卖我，来吧，加入我吧。你是逃不过的，这酱油哎，酱油在打，那我太强了吧？他在打酱油啊，法师又在打酱油哎，我卖酱油，哎，等一下，我没有卖酱油，法师。人家什么？没事，加油！不不，小心！不不不要不要不要！不会不会的，来蓝队吧！不要啊！我看有人呢，这都酱油嘞，酱油嘞，怎么叫酱油嘞？怎么酱油？我刚刚不是跟那个谁躲一起吗？啊！迪苏，他就不见了。他还是躲在同一个地方啊！我就搞不清楚队伍了。跑远了，小雨，对不起，我走了。这语气怎么听起来感觉是还是帮我加速到我那？哦，我加到底速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快走，小雨！救命啊！救命啊！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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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啊！快跑！快跑！快跑！哎！哦，这红红的，酱油都没事哎，酱油都没事。酱油在哪里呀？那在躲在哪？快点把它抓出来哦！酱油一瓶十块。酱油在哪里啊？他也是酱油一瓶。好了，蟑螂一下把那个躲的拎出来好不好？啊，到底在哪里呀？在手里哪里啊？手里啊！哎，酱油，你该不会？来不会大拍卖哦，大拍卖哦！小雨，你可以去抓酱油，我看看。我抓到了，我宝，来不会，快跑！你怎么可以？小雨，一起啦，一起来啦！勇跑！救命啊！救命啊！你跑去哪里了？小雨，我们一起解救团团，你快点！解救，解救，解救！耶，谢谢！我快死了！好了，波波你在哪里？波波过来，波波过来！现在雨越杀的都会变绿队哦。真的耶！波波来啦！我来了，我来了！好，雨越在一楼，请小心！绿队杀手，雨越在了！哎，对，雨越在，雨越在，继续加油，加油，加油！怎么变绿队了？没有，没有，快走，快走！你输来了，迪叔，不要，我迪叔快加入我们了，我要去绿队。没关系，不会啦，没事，加入我们。你知道，不要去绿队，是有风险的，有风险的。你还会吗？哎，我还没有啊，你还没加入吧？哦。我最后来找我，还想要加红的，想要变绿队啊！我不要了，不要变绿队了，我要变绿队了啦！我不要玩了，我刚刚我一边喊救命，然后一边坐在法师前，法师打我，完全没动。我就想说，我莫死了两次，哎，这第三次了，可以砍，可以砍。哎呀，好烦哦，不好玩，不见，哪敢这样？大家都会很努力啊。你说很努力的跑吗？我是累，这是一直跑而已，不跑就会变成绿队。哎呀，救命！走，哎，是我，你干嘛？干嘛？没有，我打，我在打法师啊。走火了，做人没有武德。
我们接下来玩那个、啊、比较少玩的翻箱王、哎哦、好、哦、哇有点忘记了看一下、哦、雷吉特吗这个呢就是找到三个地狱之心的人就可以获得攻击别人的权利当下一个找到三个地狱之心攻击权会转移、嗯、好剩下最后一个人或者是时间结束当下有攻击权的人就是胜利者哦。简单来说就是找星星找到的三个你就可以砍人这样好、嗯、哦、哎呦啊、好累哦攻击者我们让他公布 ID 啦、嗯、这样比较帅啊好、哦、全屏广播嘛我懂全屏广播我还有哪一个没玩到时空车站对不对嗯有地狱的吗对这可以去地狱玩玩哦好好的简单来说就是努力找箱子可以看到十个箱子里面有八个箱子有星星嗯所以真的蛮容易的好的走起本期刚刚我们觉得身上很满、啊、超级满、啊、箱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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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多人往地狱很多人往地狱冲哦那边箱子多嘛对啊好可怕、啊、地方好可怕好恐怖哦、啊、全屏广播咯好恐怖阿基找到一个了没有阿基找到两个了没有空箱吧刚刚明明就看没有空箱不是八个八个那个吗阿基找到三个了阿基要变杀手了阿基要找完了阿基找到第五个了第五个，问他，他要当两次杀手了。一个人啊，他就拿到水果了。不要杀人，臭七哥可以召唤神龙哦。这有没有箱子啊？哦，为什么箱子我看都没有哎、欸，我一个箱子都没看到哎、欸。代表被人家拿过。找不到箱子。那请问杀人的是谁啊？还没有，还没有拿到。没有、啊，没有、啊，先拿到先试，是不是？对，抽完先拿到三个的就可以先看。哦，重设了，重赛蛮快的，五十秒。哎呀，我的呢？啊，好痛！箱子呢？啊，阿基那边都给你，都给你，我觉得你拿很多了。快跑！你赶快跑！阿基起码有两颗。他原本就起码有两颗，起码有两颗，起码的才有，有两颗是不是？走路的没有啊。小雨也两颗了，小雨也两颗了，小雨有两颗。告他啦，告他啦！不要等他，不要等他赚钱了，告他。我跟小反驳他，可是感觉很奇怪，算了啦。不是，我是说地狱之心，你们真的很怪、欸。哦，真的是哦，一直可以用。本机手上拿一颗了。你要重置了吗？他怎么都被拿了？哎呦！阿基找到了，阿基找到了！团团团团是团团，安安马上转掉！哎，怎么转掉了？转机转机，三个转三个了，好夸张哦！夸张哦！哎呦，要等时间啊！烦心死了！哈基是连刀都没握到吧？短团还想追我？本机在哪？本机在哪？他在水池旁边。他的水池，加油！快跑！加油！我们会帮你解脱的。赶快换人，是不是？对，赶快换人啊！这边拿会不会说？好可怕！可是僵尸还没那个啊。云月，你几个啊？零。哦，好吧。不是，为什么吗？没事，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时间到最后拿到的、啊、最后当鬼的那个人也是获胜。请问有人笨死了、嗯、可以算吗？有人被岩浆烫死了，被岩浆烫死，哇，那你烧毛了，没了，被拿走了，完了，阿基，你拿了，我刀都还没拿起来就被拿走了，啊，等一下啦，没走，没走。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你拿太快了。喝大麦照。为什么人都不见了？啊，外面都被你杀光了、啊。哎，对啊。地狱很多箱子啦，所以大家可能都在地狱躲。对。地狱没人啦、啊。你就客满，我们一看到一堆人要下地狱。啊！玩踩地雷吗？你是在地狱那边？
你是在这样子？不，是这个。等一下，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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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的刀抢走，你还要砍我？哇塞！来一下嘛，怎么可以这样？你是没有武德，曾经跑酷的好朋友，武德呢？武德呢？我刚看到这有人，我刚看到这有人，没有武德啦，年轻人，哇，才十四个，年轻，要最后一轮啦。喂，哎呦痛，感觉最后一轮啦。我的天，人都不见了，我的天，大家都很紧张，我的天哪，紧张，哇。你们 H3 是在这边呢、欸，这样吧，会发光哦。嗨，哎，迪叔别，迪叔，迪叔别，前面有个发光的，前面有个发光的，前面有个发光的，哇，哇，被抢走了，被抢走了，阿进，隐形没有屁用啊 ，H3 只能换一个，已经发光了，隐形的发光，光的正是现在阿进，他会获胜，对，没有人阻止他，时间快到喽。你有没有星星？我没有，我缺一，我减一，我减一，大家都减一啦！哎，我丢地板，丢地板，不能丢啊！丢不掉，丢地板，丢不掉，你丢，丢了会消失。我丢过了，你人在哪？可恶，我差一颗，我还留在最后。耶！啊，回家了！你找到了宝哎！耶！哇，我两个级足赢，这是做的吗？哎，感觉对，他没办法再调更快，嗯，这样。作者有没有听到？不然我们换一个地图看看啊。好啊，感觉比较大，大。哎、欸，这样叫还是那个、啊、未来城市最刺激啊！又是城市哦，这种要追逐的有没有？你边走边发光，啊、刺激起来！哎呀，那是追到底耶！嗯，都警报哦！不灵不灵，没关系啊，警报哦！各种警报，这里箱子到底会死在哪里？反正第一轮基本上没事啊，不知道这个箱子呢。这里会有一个吧？有没有？哦，没有，可恶！这里都没箱，那是我的，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箱。哦，这有箱，谢谢。哦，哪里有箱？真的、啊，一个箱都没看到。为什么巧克力你要略过这个箱子啊？你说，我以为那边没有、啊，有，有那边有一个、哦，我只有一颗而已啦。可恶。反正你要去看一颗，好可怜哦。反正你要去看一颗，还有，我还没看过。我渐渐跑不动了，渐渐跑不动，腿瘸了吗？我累，我的腿。我觉得这边都开过了，然后等下一轮，再也看不到箱子。你的腿，你的眼睛在腿上。你的腿看不到箱子是蛮正常的，可怕的。如果你的腿看得到箱子，那就很诡异了。嗯，是不是有人要拿起刀啦？有人要变身了。下一个，等一下，下一个，等一下，让我砍一个，让我砍一个，这也是帮助。看他去，有人，我在追，我在追。他继续升了。不要，他一定是差一个。不要。本机、啊、有没有人？跑掉，我跑掉，没攻击的啊！救哈基，救哈基！快快点！没有啊，没拿到啊！那、啊、杀手是不是应该要有加速？救哈基！救哈基！救哈基！救我！我救我！哈基玛！救我！救我！哈基玛！哈基玛！哈基玛！哈基，你再撑一下那个。快要更新了！啊，哈基过去了，哎，小雨，小雨，等一下，差一个而已啦，等一下啦，就是你差一个，所以不行啊，过来啊，啊，没了啦，没了啦，被拿走了啦，我就跟你讲，等一下哈，没有了，雨月跟哈基姐早，天哪，你拿。他今天有两颗了吧？哎，还有后面啊，又卡了，真的好多肉哦！天哪，我要延迟斩了，
我要延迟斩，怎么办？怎么能砍他？完了。你可以砍三秒后的我们。啊，虫子啊！我看不到，虫子，我看不到啊，没了。还是不要。要，应该要延迟，延迟没有，延迟了，延迟了，换你延迟斩了，换人延迟斩了，换人延迟斩了，不延迟好了，延迟好了，我就一个了，我延迟好了，不，这怎么没东西？救命啊！本经理有点围啊，他自己有点围，有点围，去法师，等一下，法师他自己都超残血。法师，法师，没事了，没事了，转头一下就好了，一下就好了，一下就好了，一下已经给两下，再一下，再一下就好了，再一下就好了，再一下，再一下，耶！爱走一个，好了，我心满意足了。哎，救命！我让给你，你不要杀我，真的。反正这种都很尴尬，就是你当鬼，可是下一本重兵又不是了。对啊，尤其是箱子虫子，感觉就先拿了就金亏。我刚刚放弃了一个，里面有一个，好危险哦！大家感觉都两颗哦。你要等扎手过来啊？不要。就守住那一颗，然后杀手来，至少可以回马砍。他在前面，谁在前面？谁在前面？他在前面，在前面。最后五十秒，到你要换人了！啊！哎，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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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急呀！哪一个啦？有有有。他气我刚喷打了你约一下，原谅我，请原谅我，对，真的真的，我不会打你，我不会打，我待会去找人。有有有，前面，不是啊，八光你看得到人吧？这里是空的，他气要赢了，他气要赢了，又发完了，这里都是空的。有人在等，你看有些人站着定点不动，应该是让三个。最后一秒钟有没有？哇，迪叔，迪叔好猛！一秒，一秒，一秒，有没有？一秒，一秒，没有，换了，换了，有了，很近，坏人呐！一秒，最角落盯着那根香哥，在那边我就知道应该是嗯，零秒，坏了，本机好夸张哦！那最后一轮找三四个都空。我上一轮还看到有都不敢拿，想说等一下就被换走。我也在看，结果最后守的箱子是加速键，气死我了。哎呀，我家攻击者如果还有那个加速，就比较容易砍到。嗯，追都追不到。好啦，休息啦。好，休息啦。休息啦。苦啦，谢谢各位。拜拜。哦，原来是因为我们人太多。你是说游戏时间调长还是那个调长？好啦，感谢前锋啦。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好啦，感谢各位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关关关。